林林双，我刚下飞机，直接回公司了。这次出差比预期多了两天，我换洗衣服没带够，你赶紧给我送一趟。我这边10点钟有个会，尽快啊。 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，衣服呢？喂，对啊，我在楼下，你在哪儿？这边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舒卫先生吗？啊，这是您的衣服。谢谢啊。衬衣皱成这样，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。 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？稍等一下，10点的会，我现在肯定迟到了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请进。魏总，怎么了？西服已经洗好了，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，相选会跟西服很配。太好了，佳怡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衣服这么皱啊，不然换上吧。好。 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要不你先回避一下。进来吧。 挺合适的，真帅。谢谢。今天例会的工作重点是我们方舟和磐石的合作酒会，那么具体的安排由佳怡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我们和磐石的签约仪式定在明天下午，之后的酒会是非正式的，为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人和磐石的人好好深入交流一下，对以后业务的推进也有帮助。米雪，你负责对接行业媒体，记得跟 PR 那边交代一下，可以发头条。林月、大伟，你们负责对接公关公司，这次的酒会事关重大，务必把每个流程都对清楚。好，江喜。 你负责会场外的媒介接待，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贵宾，不能出岔子。好的。因为是工作酒会，所以这次没有邀请家属，我会充当魏总的女伴，和魏总一起负责重要来宾的接待。你们先开会，我去一趟酒会现场。好。对了，大家下班的时候记得来我这儿领东西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 夏夜，你刚刚看到大家的反应了吧？那这次酒会你作为我的女伴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。这次邀请的宾客中有很多是我爸那边的朋友，我作为女伴，从社交礼仪上看完全没有问题。魏总是想避嫌吗？我们俩可什么事都没有啊，刻意为之反而才会遭人闲话吧？你放心吧。 我会安排好的。啊啊！领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特产，他不是从外地回来吗？给他买的礼物。什么？你没在群里吗？这么快就开始拉拢人心了？嗨，你也不看看谁教的。现在魏总啊，马上就要升 VP 了，方舟和磐石又签了约，难怪对这次酒会这么上心。 不过说真的呀，我还是真的羡慕。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？我就是一个打杂的，我现在连门都进不去。至少你不用听他颐指气使，跟魏总在那个特产群里面一唱一和。嗯哼。什么？还有个特产群？对。啊？这个群你也不在啊？哦，就在刚刚。
他把那特产裙改成了筹备裙。哎，佳宇用私人关系给我们借的迪曼的礼服啊，等于说，除了江喜之外，我们其他人都可以去试装。高定，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定嘛。我也没穿过。走吧，先走了。 这个用意很明显，吃了他的，穿了他的，这样的话，在公司里面就没人敢议论他和魏明的关系了。赵家爱斯这个速度的话，你很快就可以卸任魏总裁了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老公出轨，小三强势示威，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，确实一件好事儿。你真讽刺。对了，你去上班的事情还没有告诉魏明吧？ 都几点了，才回来？果果呢？去外婆家了，我有点忙，让我妈照顾几天。你忙都忙什么？趁一连运都没运，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。你天天在家的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？没来得及告诉你啊，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，正式开始上班了。 去上班了，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工作上的事儿，我没和我商量过呀。这能是一回事吗？你上班了，家里的事情谁来照顾啊？衬衣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。不希望出现第二次，你就自己干呀。我们两个人商量好，男主外女主内，你既然兼顾不了，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照顾家上有错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男主外女主内？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。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，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？我们结婚这几年，家里的日常开销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？我让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，没错吧？你刚刚上班，那点工资够干嘛用的？ 明天方舟跟磐石有个签约酒会，你带你们公司那个黄佳怡一起去啊？本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，结果被重新安排了一下。我是在薇姐生日会上听说的她，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，也聪明，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。最近新招的助理啊？对，公司硬安排的。 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，那你这次去出差也是带的她？本来不是带她的，是明博，我下楼。你工作那么辛苦，女助理心细，还能把你的生活照顾得好一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早点睡吧，我还有点工作。包括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。 我是担心你身体，那累的话，尽早辞职。早点睡吧，别老看手机。
顾总，报道在一周左右写好，那到时候发稿之前，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稿件的内容。顾总，请留步。哦，辛苦了。舒曼，帮我送一下二位。好，不用请。哎，哎，你要的资料。哦，谢谢。 说，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，你就穿这身儿？我又不是明星，也不靠脸吃饭，何必在意这些小节呢？那晚上跟方舟的签约酒会，你不会也想穿这身吧？不然呢？如果今天早下班的话，记得叫上我。 请进吧，随便坐。哇，天哪！喝什么？都行。可以呀，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。成年人的乐趣，水行吗？可以。哈，成年人的乐趣，也包括这个。 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？我听过呀，但是真人用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，你要详细的向它解释每一行代码，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就会显现出来。嗯，你这样，你给它放在这儿，它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。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家衣柜在哪儿？这些。 不就是个酒会吗？至于那么隆重吗？你扎克伯格不也是T恤衫、牛仔裤吗？你是在国外吗？你在国内什么场合配什么衣服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你现在这身跟方舟酒会的规格完全不搭。嗯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嗯，就是感觉。 好像还少点什么。